肠胃真的很不好。好一点嘛。可以啦。你什么好？是有熟的。身材。可以吧？你看，这好吃的，好好吃的脸，给我吞下去。在干嘛？吵架还是什么的声音？哦、不知道在干嘛。烧焦的味道啊！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，吃饭了吃饭。吃饭？不可能吧？烧焦的味道配吃饭？怎么办？我觉得我自己好心虚哦。我觉得我看起来蛮好吃的，你的看起来很好吃，但也不确定有没有熟。背对着在干嘛？我不得不说，好料好料给你们吃啊！哎、欸，你们看到有没有吓到？飘飘的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去上厨艺学校，最重要的应该是桌面要干净吧？是不是？时间来不及。老师有讲说我没上，我都知道要到100秒，100秒，你知道有多快吗？时钟转一圈就秒针转一圈就到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算数不好。一圈半，要转一圈半就到了。再加十秒。哦，他要再加十秒。好严格对哦。这个，这好好吃，虾子，虾子。而且那个虾头跑那么远。对啊。这边至少乱乱在这一区，乱中有序。李毅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拿过厨师执照的，这个一看就没有熟，这个有点透明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不用厨师执照就看得出来没有熟，好恶心。哎，那你们看这个，他其实也没熟吧？认识朋友，其实这个也该是太明显了。你绝对不可以当懒妹。看起来好像比较好一点。而且我不能吃虾，我会过敏。啊！哪一样？你过敏？真的他会过敏。你的 YouTuber 都会吃海鲜的。没有。我平常煮饭真的很好吃的。哎，你这样子吃到洋葱哎。哎，好吃。好吃。你饿了是不是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嗯，哎、欸，你洋葱太湿太咸，没有蛋香，没有蛋香，你百秒什么蛋香啊？好了，下一款好吃的是洋葱，哎呀，他切了，很棒，洋葱，边哭哎，边哭边切，哈哈哈哈，泪在里面，那这个哎。你是不是更不想？这更湿吧？哎，这看起来好堪忧哦。对，我刚蛋炒饭真的不能太湿吧？多一点嘛。是我肠胃真的很不好。多一点嘛。可以啦。你什么好？是有熟的。身材。可以吧？你看，这好吃的，好好吃的脸，给我吞下去。所以好难吃哦！我还骂大话，我还骂脏话。我觉得酱料应该是十元加的耶，因为只给它全部加下去，就感觉就是完全没有想太多事情。分数一下，十分是满分好了，十分是满分，我怕太难看，十分满分。需要讨论一下，食物什么美味程度、摆盘什么那种的都没有这样子，现在2.5。我们有从一些，比如说美味度、摆盘，然后整洁，还有厨师的外表也六分。评分标准，还有厨师的绯闻有六分。啊，我说，鞋子要不要评分？可以穿拖鞋煮料理吗？哎，不行。这边呢，这里，因为至少他们有摆盘，有摆盘，对。然后虽然桌面脏了一点，但调味的部分至少那个洋葱，你知道，比较好，还是倒一点洋葱。满分十分的话，我们给他的是2.2分，太低了。哎，刚刚不是讲2.5分，他还有漏奶加0.3。2.2分，这一边呢，最终呢，给了。整洁的分数0.5分，只有整洁的分数 ，only 整洁，然后再加0.5分，凑1分可以吗？不行，就是整洁包括有熟，0.5分，像
可以加零点五吗？长相啊，长相可以加零点三，可以可以哦，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那既然你们都觉得自己的好吃，那你们三个就吃啊吃啊吃啊，大图大图，哎、欸，你要让这三个大图吃。欸、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不错啊，就除了没我真的觉得不错。嗯，那你刚刚很厉害的是，你知道说要虾头先那个用进去就知道，就会有一个虾子的鲜味，嗯，更入味了。精华，我觉得 OK， 拿到八分。我也觉得八点五，八点五，八点五。哎、欸，我们下次有熟啦，熟啦。太咸，我自己给五分好了。那我给6.5，因为我不太吃辣。我给三分。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如果买到这个，我会生气的。你会生气哦？对，我会打一颗星。不，啊，来两颗星的来。哦，好，好，他们的，他们没那么辣。没有，我还是喜欢我的。你讲认真。我讲认真，我喜欢他们的。我还是喜欢我的。我还是喜欢我的。